你们是平埔族人吗？斗争就是丁笋，你要做到，然后这边还有两条线。台湾有80%的人啊，拢是有平埔族的血统。新郎和新娘在送客的时候，伊的旁婚人甲旁婚在谢客，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平埔族群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在生活中的落实。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